黄美琪和拍拖11年的男友钟建威结束爱情长跑，在西贡五星级酒店延开35席，一对新人现身会见传媒。美琪 BB 穿上开胸的长裙，加上巨型的钻石戒指，真的很养眼啊。应该都揀出，用了一个月时间去揀的。哇！那这一套就是货见你们的。是啊，是因为呢原来揀婚纱是真的很多很漂亮的婚纱啦。跟着我基于一生人只有一次，没理由换多一点。所以呢我就挑战自己的极限了。因为原来婚纱真的很鬼难着的。是的，所以今天就選了這一套，因為其實它真的很漂亮的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大家都看到。之前有沒有看過這一套？之前沒有，今天第一次見咋。你有看過相片，但是那時候我還在摘身嘛。不是實體咯，就是看相片，但因為它聲太多出來了，其實我們看完之後是沒有印象哪件打哪件，只留意到哪件跌哪件不跌。他就是問我，你又去試婚紗？是的，又去了。你又去？你之前不是 fitting 了嗎？不是，第二間來的。那我 OK。你俾幾多分啊？哇，101分啦，加零一啊，系嘛？真系系，因為佢好俾心機去塑身，唔好話減肥啦，本身都唔肥係咪？一定係啊！佢塑身啦，咁佢扎肚啊，跟住又去做運動，做 Pilates， 做到嗌曬救命，真係做到喊。但係真係好勁啦，完全係，絕對係啦。其次就係為個婚禮著得靚啲俾大家睇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咁佢咁勤力，有呢個成果出嚟，係唔介意俾人哋去睇佢而家呢一刻嘅最美嘅狀態。佢話：佢呢生人最欣賞我嘅就係呢一次啊！冇第二樣嘢係咁有決心㗎，佢真係。